当当当，姐妹们，奢侈一把的姐妹们，两条大鳗鱼，还有一盒，这个是芝士通心粉，这是我姐妹推荐给我的，尝一尝。来大活了，姐妹们，来吧，姐妹们，来一口吧。哎呦妈！嗯，皮下脂肪贼厚实。蒲烧鳗鱼，嗯，哎妈，哎妈，一口15块钱呀！哎呀，嗯，这个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芝士烤通心粉，全都是芝士，还有奶酪，还有腊肠，表面这个发黄的玩意儿，有点脆脆的，我说不上来是什么玩意儿。嗯，说实话啊，吃不大上来，因为我对奶酪和芝士不是特别感兴趣。我朋友比较喜欢芝士和奶酪，所以他强烈推荐我吃这个。这什么饮料？苹果味的，一股烂苹果味。倒个盖吧，凉得快一点。这个你要是微波炉不打透，它不拉丝；打透了，它就太烫嘴了。接着干我的鳗鱼，这鳗鱼那头让狗男人给我叨走吧。嗯，鳗鱼太好吃了，这一口接一口的太奢侈了。妈呀，啥条件啊，这么大口的吃。